整齐一致的手势，花莲监狱的收容人在慈济志工的指导下，每个动作都要比到位。为了让水杉演绎更完美，已经密集练习一个半月。同学们都已经非常到位，那也很辛苦啦，因为真的就是一连串的都没有休息，所以同学们也都很配合，也都很贴心，然后很配合，然后表现得都很好。跟着志工的指示，彩排场也见到花莲监狱职员们的身影，与收容人共同演绎。同学都这么虔诚的参与，那我身为监狱的大家长啊，我也希望说能够参与这场的一个盛会啊，扮演一个微薄的角色。众人齐心协力，只愿成就庄严的水杉，也期望收容人透过演绎洗涤身心灵，影响新的人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香慧、李玉莲，花莲报道。